新天鹅堡在哪个城市？新天鹅堡全名为新天鹅石城堡，是19世纪晚期的建筑，位于德国巴伐利亚西南方，临近年代较早的高天鹅堡，距离菲森镇约4公里，离德国与奥地利边界不远。新天鹅城堡是德国的象征，由于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，也有人叫它为灰姑娘城堡，建于1869年。这座城堡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宫之一，共有360个房间，其中只有14个房间依照设计完工，其他的346个房间则因为国王在1886年逝世而未完成，是德国境内特别受广大游客青睐的旅游景点之一。